41岁郝蕾被拍牵手大肚腩，疑似新恋情曝光，工作室发文承认再度离婚。11月20日，有媒体拍到演员郝蕾和一位神秘男子同回住处，双方还带着两个孩子一起为其庆生，疑似新恋情曝光。当天郝蕾被拍到和一名身材微胖的男子一同乘车回家。媒体报道称，其实早在11月初郝蕾生日那天，该男子就曾到他家接郝蕾和两个儿子去游泳馆玩耍，还买了蛋糕，四个人一起为郝蕾庆生。看样子郝蕾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接纳了男方。同时也有知情人士爆料称，郝蕾已经与第二任老公刘烨离婚，这位身材微胖的男士疑似就是郝蕾的新男友。2012年11月，郝蕾和圈外人刘烨订婚，一年后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。早年郝蕾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，恋爱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，但她的感情如此跌宕起伏，却没有一段是持续长久的。现在再看她所说的话，难免有点打脸的嫌疑，但感情毕竟属于个人问题，也许两人离婚是有原因的，只不过不为外人所知。既然郝蕾如今又找到了另一半，还是希望她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幸福。